正当性，联合不道德，政府需要有道德基础才具备正当性。
政府的上任的信任度，你们得。刚刚我们这边理解概念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在讲正当性是指政府存在本
身的合理性，而不是某个政权，比如说蔡英文到底应不应该存在。所以满意度来说，我们可以，我们如果不满意蔡英文，或是我们觉得他不信任的话，我们可以把他撤换掉。可是我们今天在讲正当性，是我们要不要让一个政好存在？好，那我问你哦，你觉得政府是剥夺人民权利而存在主体，对不对？这你问对，那你觉得政府剥夺人民权利之后，他可以不负任何促进公共福祉的责任，然后来获取博取人民权利是吗？什么叫促进？我觉得剥夺每个人的审判权，所以司法系统不需要经过更公正的审判。我觉得我们两个双方的态度来自于，您方觉得要积极的作为，你觉得要介入，不管是社福，或者是你一定要觉得积极要为人民服务。但我方的觉得意思是指说，他在基本的权利上面。当真正发生事情上，为了避免过来才被动的出手。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人民司法剥夺人民每个人的审判权，你觉得司法是不是不需要做更公平的审判就可以剥夺人民的权利？他本身要做公平的审判。对，所以你觉得还是他要做到很好更好的？没有到更好，他本来就应该这样做，不是吗？为什么本来就应该这样做？必要的必要。如果今天政府剥夺你的财产，就把你财产乱用，或者把你的审判权乱用，把你的生命自由的剥夺权乱用，对对对，所以基本上面财产权的保障或生命权保障是政府必要的关系，是存在的关系。不是，他抽你的税，他没有把这个税做更好，所以把这个钱乱花，你觉得这个政府有正当性吗？没有。没有嘛，所以是政府还不剥夺人民权利之后，还是要有实行公共政策的目的呢？实行好公共政策目的，促进人民福祉的这个是作为的义务存在的。嗯，我觉得你的例子跟你的小杰讲的东西，你在讲是促进福祉，跟我在讲是就是做最好基本的东西。我问你第四个问题，比方说资源有限，你有没有证明现在资源有限？资源不有限吗？这件事情我不是要你激问吧？我问你有没有证明这件事情？没有，我目前没有证到，我觉得是完全想象。谢谢。请反方一辩上台。
造成跑机跑道由于承包商出价太低而无力负担大型工程，最后跑道盖到一半被压转机而终。除此之外，金门大桥事件一拖再拖，承包商规模太小无法负担，至今与完工遥遥无期。五个月后，还看不出会考虑的途径，员工从腰间模糊与言行不法，到逐渐造成工员不敢勇认识。以为公务员更加小心谨慎，不敢贪污腥的，却造成大家做了消极作为。台大王宏明教授就指出，贪污之罪逃逸，让公务员未免深陷其人，不敢作为，起于推卸责任。综合以上种种，支持我国政策往消极被动进行诟病。根据东传媒，近来政府因为太多专业防弊而形成保守风气。第三方支付就是受限于政府防弊的典型例子。我国电子商务起步较中国早，但现早已落后于中国。时报中央提及，台湾的工具机产业云和随政府的扶持进而产业升级，却碍于采购法限制，只能望洋兴叹，原地踏步。对于产业创新的优惠措施依然，所有的补助场面到国税局人员一将在账本一查再查，迫使业者最好别来申请减免。防弊措施导致公共政策绑手绑脚，更令人堪忧的是，台湾的产业发展处于危急存亡之忧，此时政府不再积极有力的力挽狂澜，恐怕为时已晚。从生技产业说起，台湾极具竞争力的生技产业拥有技术优势，但中国与韩国政府大量透过法规收绑以及资金挹注，使得台湾的生技产业面临巨大竞争压力。副总统陈建仁就表示，一旦防疫计划失败了，工人就会担心被人冠上给特定非常好处的罪名。有位美国新药公司董事长表示，他的新药计划在台湾申请不到任何补助，因为官员担心风险太高，产业寻求政府帮助输出封闭，重伤所住，现况下透过监督机制便可达到基本的一些诉求，让政府近年来也体察到过度追求，造成公务员过大心理负担与压力，让公务员避免深陷刑责不敢积极行为，其余推卸责任，造成行政效率的阻碍。于是政府逐渐转向对于能的追求，故我方认为政府是能重于言。请正方三辩上台咨询。劝您放大概三块论点，第一块是在讲，因为我们政府在政策上太注重你，所以导致有些补助款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放，例如说社福。我方认为在政府它的法规要是为了廉洁的呈现这样，会导致我们政策难。好，谢谢。那您帮这边具体举例是社福的补助金没办法发，然后第三块说的是这个高科技产业或生技产业前景的补助金没办法好好发。对，这两个举例嘛。好，那您帮第二个是说，太过于注重廉洁的政策，会让我们的。你刚才说是采购法会出现问题，它会让我们的采购机制买到一些太便宜的东西，是这样。我方认为哈，因为由于采购法会就会导致一些品质，因为最低标嘛，因为我们要求我们拿到最低标那个价格，它往往会给我们太烂的产品，是这样。我理这样理解没有问题。它会使一些比较品质比较好的比较包商过去主导这个价格。好，谢谢，因为它需要比较高的价格。OK， 我这样理解。好，那我们先请教一下，您方前面咨询我方一个问题哦。您方认为必要之后，我们说它必要本身就蕴含了使命的概念，对不对？您方咨询都这么觉得。那请问哦，你一个人活着，你呼吸空气是不是必要的？是。好，那你呼吸空气大于你人生的一切价值吗？也不一定，对不对？所以一个东西我们讲它必要，并不蕴含它最重要的目标。对，没有，我听不到。我的意思是，我是一个东西是个必要，我们说必要本身不见得蕴含它高于一切其他东西的价值，对不对？在这个例子中，庄妙，我刚觉得啊，就是如果你刚必要这个词是含有一些其他，可是它势必是有一些它必要，我先确认，必须要完成的。谢谢，没有问题，我先确认，单单说它必要，不足以论证它一定比较重。OK， 好，我们问题放论点的问题，你方论点第一个问题是在。投资这个在辅助款发放上会发的比较慢，对不对？对。好，那请问哦，为什么发的比较慢？我审核的比较严谨，我也是个利益。庄妙，如果就以那个八八风灾那个案例来，好，我看一下你的案例，好不好？好。例如说，你帮第三块的高科技产业的举例啊，我发放的更慢，我检核高科技产业这家厂商的结构更久，为什么不是做的更好？我可以把资金发放到更精准、更想发的这个产业的手上。我刚就已经说了嘛，在我们里面，你刚说了什么？我
我放在你们刚刚那个问题在电脑中用是吧？这样国际上好，那我想看资料啦，资料，资料他怎么说？他发放的慢这件事是个厉害，他只有说他发放的慢。好，看看你。先讲这个这个发在嘛？对，他说那个数据的工，数据工程因为合体它因为它的那个工程过慢，所以导致每次只要我下雨的时候都会下雨的时候和好，那我进一步再请教哦，在这种它的疏浚工程比较慢的例子中，跟我不仔细检核导致有可能有贪污的可能性比较起来，你为什么觉得这个比较严重？如果来我讨论一个情境哦，来听我问题，好，没问题。如果比较不严谨的审核它，导致这个合体是个有问题的合体，洪水来直接冲垮，哪一个比较严重？请教一下。都没有，你刚的问题提太前提，你刚没有在录这个。好，谢谢。在我们的法规这么确，谢谢在我们的法规这么完备状况下，谢谢，我先确认在做到这一层的版本。有问题，我先确认，在这个情境当中，是不是你方没有办法直观的说你的例子，你的状况已经比较好，对不对？好，那我们进一步看，我们编导没有举实际会贪污的例子吗？例如说，我帮你编导是不是举了陈水扁在跟那个马英九买办的例子，就是在现状严正体制下有贪污的可能性？当然对，我先确认资料。好，我先确认我这个资料知道台湾现在有贪污的可能性哦，对不对？都没有，你方没有这个程度。好，我先确认有就好，我先确认有就好。那进一步在那个情境中，是不是民方也没办法比较有跟民方做的比较慢、比较严重？都没有，当然好，谢谢。谢谢都没有。好，谢谢都没有。我请问你第二块论点，民方第二块论点说招标法的太慢、太廉会有问题。那我确认，在招标法之外的领域推行廉政的政策是比较不会有问题。招标什么意思？例如说，我去检核，听我问完。例如说，我去检核这个公务人员有没有好好的去看这个工程的完整进度，这会不会有问题？招标，请问一下，这个跟人有冲突吗？我这个是他来招标，听完我问题只是，民方对于廉的政策会有问题，局限在招标法部分，对吗？民事发言，谢谢。请正方二辩上台结论。
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可是我刚刚也谈了，在补助款的例子里面，我去严格的审查，可能反而有利益。例如在新竹的社区大学的补助款发放的时候，就发生很严重的弊害。今天当你的补助款不严格审查、发生不廉的时候，他的钱没办法给到对的人手上，还是会产生不好的问题。对，我们在此没有比较，你看哪一种不好更严重？在工程发包的问题，我方这边也举出了，在台铁的工程弊案以及以及自来水公司的一些自来水弊案里面，它都是在采用最有利标、追求能的过程中，给予了它更多的弊案的空间，最后导致了工程延宕，甚至施工品质不良。那这样子的施工品质不良，跟对方所说的不管是机场的 case 也好，的施工品质不良的真点都怎么比较？对方没有，也没有告诉我。最后第二层，对我方的回应是，对方没有，他没有告诉我们。在这些 case 里面，的确有可能发生不能的问题，但是对方没有看清所有的状况。例如说，在去年，在前几年的阿拉夜店大火，或者是去年的八仙城堡，都发生了一个状况是，安检的人员他在安全检查的时候收受了汇款，然后检查的不严格就产生了问题。在这个情境里面，到底我的对于廉的要求再高一点，会产生什么样的弊害？顶多就是不方便一点，它不会产生对方所说的那个补助款发不出去，导致产业落寞的问题。在这个情况里面，很明显的是利大于弊的，对方没有比较。所以整体而言，对方没有两个论证支持都不成立。那对方没有对于我方的论证的质疑，他只告诉我们必要之二里面的必要也很重要。但我方想谈的是，政府存在目的是避免混乱。那我们要很基于这个前提，我们也要避免政府本身变成混乱。政府拥有那么大的权力，已经没有其他的权力可以跟他抗衡的时候，我们在心态上，就在实际上，他到底是好是坏，我们没有出来。我们在心态上，我们要假设他是恶的。因为唯有我们去对他保持着怀疑，我们才有机会去制衡他，去约束他。今天政府的目的，他可能是为人民服务。那另外，你不能只看服务而把为人民给折掉。今天廉的控制、廉的确保，就是要确保他是为人民，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服务。不然，我们给他再多的能都是徒然。你给他再多的能，只是让人民置于更高的风险跟更高的威胁当中。唯有用廉确保他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自己服务，我们才能保证这个政府对于人民是有帮助的，而不是他只是在那个位置上伤害人民的权利，这就是我方想谈的。政府是必要之恶，而且因此我们应该觉得不重要。工不良而延宕。我来看一下这份资料，它上面是因为贪污所造成的公共工程。对，然后这边是台铁的资料。
料，这边是自来水公司的资料。他们在讲他发生了弊案，让国库损失近3亿元，然后导致南回线、南卡马、太马里西桥的案都已经施工不良了，延大它不良了。我方知道了，接下来进一步往下取证这份个案。据刚刚他说，信况底下，我刚刚说的产业的工具机的产业，信况底下因为受制于土地罪，政府没有办法，就是政府明明很满意那个工具机哦，却没有办法买。我们从这份资料是不是可以看到，信况底下的工具机的产业，来工具机的产业，他们非常满意，但没有办法买，原因是什么？因为害怕土地厂商而不敢有所作为。所以信况底下，我方先确认，对我方承认，是不是也许会有问题，但我方刚刚也举证了，就是在新竹社区大厦它的补助款。审核不严谨，它会发生发不对的。进一步往下跟您方确认，您方的第二块，您方的论点在，您方说连结这件事情很好追求，但人本身可能会有浮动性，所以您方觉得人比较不用追求吗？就是在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优先选择连。那如果不冲突的话，我们都追，当然是很好。对对对，好，我方进一步往下问，如果连很好追求，像现况底下已经追求到很好了，情况下为什么你追求很好，你方要取证？进一步对于能本身造成的，比方说意见相左，或者是行政跟立法上面有冲突，为什么就可以代表他不需要追求？因为他比较难追求。我方想要问的就是他比较难，为什么不代表他需要赶快进行的追求？因为效率意见有冲突，为什么效率不高，不代表我们要赶快提升他的效率？我方OK先这样讲，他在冲突的时候，我们选择了连，我方提供了一个说法，连不是很好达成吗？告诉他，你方论证件很好达成。之后造成的就很好达成，就直接达成。这样子，通过法规限制你方。OK， 现在我们有500万的经费，我把丢在脸上面，我的 CP 值。现况底下，一方有认证脸还要往上丢吗？我方问的是，没有要能脸已经达成边际，就是你方要。我方问的是，能本身在效益上面如果比较难追，代表他不用追，或者是我们不需要付出更高的限制吗？他不要追，是他跟脸冲突的时候，我们倾向选择脸。不要。如果不冲突的时候，我们都尽量追。对，我知道，我知道。那为什么我们不要付出？更高的心力去追求现况底下的效能，或者去那更高的心力去追，除了 CP 值较低之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谢谢大家。请反方二辩上台争论。
很好笑，还要把花扫起来跟官员说证明说我种花，我程序运照。或者我们说了提防的建制，因为政府层层这个程序的这个检验跟发包，所以导致什么？他来不及修，每次这个下大雨，居民的生命安全都受到影响。所以我方也成功论证了啦，在这个连结的情况底下，也会有外部线索。在林峰第二问题，听起来跟我方对撞，没有说进一步比较。第三个是林峰说什么？林峰说这个最后一个林峰问你说什么？很简单，你说资源有限，所以对于简单的事情，我们要赶快去追求。我方觉得超级奇怪，为什么？因为两者事情都一样重要的时候啦。我们对于有一个事情它比较困难，它的标准比较浮动，每个人都不同评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事前，不管是人民选举或政府在宣传政策的时候，多花一点心力，多一点心思，尽力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或是每个人在选择自己的政府的时候，应该要去仔细选择哪个政府政策比较合我的口味，这个为这个国家有这个发展空间吗？我们是不是要花比较多心力跟资源在这个能的关注上面呢？所以我方认为啦，能难追求这件事情就更证明了，当你一个人同样重要的时候，要花更多的资源跟心力关注在能，而不是脸。林峰这个论点根本没有没，我方不清楚为什么比较好追求可以论证重语，我方还甚至认为啊，比较难追求才论证重语啊。往下来看，我方除了举证这个，不管是行政程序、层层移转资料，我方也说了，在最低得标或不利罪的方式，因为法规限制太过严谨，导致了很多公务人员保守不积极不作为的心态。那林峰一直挑剔我方说，当反方提倡把法规宽松之后，会造成什么问题？会造成这个贪污会有外部性的问题。来，我们先来看我们廉政署最近做了什么。其实从廉政署的政风排评书，我们可以知道，从以前到现在，有实施翻正政风方案，还有等等的大概三四个专案。然后在这个法律部分，我们又新建了利益冲突回避法、行政程序法、政府资金公开完贪污治罪条例，所以我们廉政法规都已经建制完成了。但是连法务部廉政署自己开会的新闻稿，王宏运的副教授就直接讲了，他认为现况之下，贪污这个廉政法规已经繁琐到他觉得有一些小事情。根本就已经要从刑法抽离，变成行政法化了。所以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现况之下，你台湾的廉政就好像你们自己也知道，台湾在 CPI 指数是全世界前20%，是五分之一，也是已经有一定的程度。即便这时候再把它松绑之后，会不会像林峰所说这样排山倒海贪污而来？我觉得没那么夸张啊。而且我还可以往下举证啊，英国也是一个，他们说啊，这个是英国的这个文官制度的这个改变的研究，他就写到说，英国的每一个执行机关的执行长，在人事跟预算上面都被赋予相当程度的权力，可以自行制定不同的薪资与职业的结构，还有制定各种的政策。然后英国在国界排名是第六，比台湾还要前面，怎么解释？请正方一辩上台咨询。如果一样重要的话，为什么要投资给比较难的那一方？啊？什么？如果
所以你发现能比较难达成，是要花更多心力。谢谢。所以您放的前提是告诉我说，当你已经做得很好，所以我们才要去选择那个做能的部分，因为你觉得能比较难做。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有个比较简单做到，有个能做到，啊，两个都要达到一定的标准跟这个期望的时候，是不是后者要付出更多心力？我觉得就是要。所以您帮的这个要去做比较难的地方的前提叫做，我们的脸已经做得够多了。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连你讲好像随便做可以做到，那我能做难做到，我还要多花几十年吗？问个类比好了，今天大学只考之后，假设国文跟数学占分比例一样，我这个人比较擅长国文，国文对我来说读 easy， 我轻易答我就可以，我如果同样时间我花在国文上面可以到100分，同样时间花在数学上面只有50分，请问我应该读哪？如果你两者都要60分，都显然你数学要念多一点。不是。好，所以我懂意思，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两个都要得到同一标，所以您方要证的就是我今天数学已经达到60分，都要转而线最穷。所以那我刚刚在讲的，好，没关系，好，那所以往下来看，您方觉得台湾连已经做的很够的资料，都没有，您方在能连已经做的很够资料在哪？就我们用刚刚东西先去告诉你说，譬如说像我们政风白皮书在1989年还是90年已经真正的行政程序法、资讯公开法、利益冲突法这个案上面已经告诉你说，我们已经做很多努力。然后实际上我们在法务部里那种这些新闻稿，由王黄玉就讲了，他甚至希望把一些这个贪污治罪条例的重罪都抽离，变成陆续变行政法化。而我们在 CPI 指数的排名也是全世界前20%。我方觉得在这个，你的意思是某些人觉得他不应该这么严格？我想要知道是不是有哪些人觉得现在已经够了？比如说国际的排名指标，台湾已经在某个水准之上，或是你觉得这个水准已经够了。我再讲好了，因为够了，每个人的价值评价不一样，我只是试图形式告诉你，我现在已经做了一个基础完，已经完备，而且甚至资料觉得告诉你已经过多了，就是因为够了。好，那高妙，什么叫做够多？你的价值评价里面，你既然要告诉我说这个已经达到某个标准，那你觉得哪项叫做够多？就是比现况之下，这是市场做的追求了。我只能告诉你，因为我不能花钱说，我只说现在之下已经是。告诉你说，已经做起来了。没有，好，现在要这边好。各位，我往下来看，就是你方觉得难就要做，可是你觉得那我方想请问是你到底能做到？你方对方辩是继续发言，请正方三辩上台申论。
让我们逐渐往对岸又害怕，也不愿意成为那种只侵犯民众权利的国家的方向迈进。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知道，正是因为我们要追求人的同时，我们害怕我们国家的贪污越来越多，我们害怕我们国家到最后本末倒置了，我们人反而是在为民众造福，反而是反过来又在侵犯民众的权利，又在剥夺民众的权利，例如贪污，把民众希望国家拿来做建设钱收到私人的口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政府有那么大的能力是很可怕的。第二，光标是挑战我们正当性的论点，是不是能也可以提供部分正当性？那其实我们这边直接看一份资料，就是台北市政府委托台北大学那时候做连任政府的理论一样，他调查了民众看待政府的评比的比较，他说在诚实这个指标上，有88%的选票认为诚实是比较重要的，那在胜任能力只有66%，所以我们今天从看民众的想法，对于民众来说，哪一个政府的正当性比较重要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脸还比较重要一点。第二，其实光标跟我们谈的是在手持的手法，都是现在不太一样的东西。我们谈的是一个政府成立的根本，我们用什么样的原因会去挑战政府的正当性，不见得是政府实质的嘛。最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光标的论证。光标的论证第一块尝试跟我们说，台湾现在的政府已经太严，但光标这边举证开始举证，尝试跟我们说，比那些比起我们还要严的日本或是德国，已经可以松绑。但我们在二辩时论述已经举出一份资料，对方没有认为他们那些日本、德国所不存在的贪污治罪条例，在日本、德国的法律当中其实是有的，只是他们放在不同的位置，所以对方没有办法论证日本、德国的状态是比较好，因为它事实上法律的历程就是类似。但回过头来看，对方没有在实际这层面到底有没有政策，在今天我们台湾现在的社会，更多一点的人容忍一点贪腐的社会会比较好。第一点，我们看对方的那个补助款的例子，补助款历史我们也举出相当的资料。对补助款更严谨的审核，可能可以避免掉我们说辩生日所说的新竹社区大学滥拿补助款，让我们的教育资金短少10,000,000的问题。那我方觉得，其实在这种时候，你比较起这种可能的贪污的危机，跟你可能可以更快速的发到补助款，两者的比较，其实有时候很难以权衡。有时候我们甚至需要更严谨的一点看待这个补助款交到正确的人手上。第二，刚刚我所说的这个招标的问题，那招标的问题其实我方讲的很简单，就是。当今天招标却遭到错误得标的时候，也会产生对方没有所害怕的心态。举合体的例子为例，我方在守则的时候就已经确认，当今天我合体的位置，或是豆腐，或是这个大陆问番的例子，我今天招标却是恶意的厂商，拿到那么高的售标价格，却用比较低廉的成本，或是比较低廉的器材，让我的这个招标的内容是豆腐大工程的时候，他突然听到，面结果不是更差耶？谢各位，请反方一辩上台质询。
不是你，我确认你的问题哦。你问题是要问我说，我今天如果要我方的政府要做更冷的政策之前会怎样吗？对不对？那我方回答就是，我们会先做好相应的严的政策，确保这个冷的政策不会超越逾矩或是有贪污的情形才会做。好，这我方态度。那概念我说了，在实务层面看起来，现在台湾的贪污问题依然存在，这个比较你方没有办法比，很简单来讲。好，不要不要往下。好，不要不要。你刚刚逻辑是，我们想要告诉大家是，在我们要交融的时候，我们要优先做好完全做好连对吧？对。好，那刚刚你帮我理解为什么要完全？我觉得你的词汇用去跟我理解有点偏差。我意思是说，我要做好几分的能之前，我要先做好几分的连，来确保这个能会正确的运行。我意思是这样，对。好，所以最重要是对你帮助你，当然跟我做的能觉得能很重要，所以你帮为了要让能够确保，我刚才就说了，这题的意思是政府现在资源有限，我们应该优先做在连还是能？那我方只是说做能之前要先做好连，完全你的逻辑。你帮助你告诉我说，是你方觉得为了要让政府正确的施展能，所以你方想完全施展能，所以相对你先确保连的制度让你。那为什么要确保？你要确叫我方是要立刻就要立刻这个。第二，在民意满意度部分，我来论证嘛，就是连的意见比较一致。这也是单单连会问题。来，我回答你问题。连我方也认为连的利益不会全部体现在能的完成上，我方之后第三方论点就会告诉你，连的完备会让民众更容易满意，因为民众对连的观点更一致。高妙，所以我方也不是全然不服的。不是也对高妙？那请问一个政府政策做的能做的很好，那高妙人民是也会很满意？对，我方所以在这样比较下，我方有否认的，有认同的。你在两个状况下，你方都比较好。我给你，我给你哈，这边两层，第一，我方认为连的做好本身就可以满足某部分的民意。而这边我在第四块有点跟你比的，就叫做这个民意比较有一致性，人的民意比较容易变动。好，到没有？第二，我方认为人不报，人不报仇也是要有人来做。到没有？反过来，那反过来问，那请问是不是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他对于连的标准有不同呢？没有，我方到没有？就请问一下，你要不是到没有？我检证一个人贪污，他被抓起来哪里？到没有？你可以举不同的例子。当初连陈水扁贪污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他的记者认为说，还是要请问。陈水扁基于行政啊，但是对于不同的选择，他对贪污的事实，在你那份历史中，他对贪污的事实没有挑战嘛？他只是觉得你应该容忍这个贪污嘛？所以对于贪污的事实认定这边没有问题，我先确认哦，这 OK。只是你觉得有些支持者觉得，即便贪污也该容忍，你是这个吗？我只是说在连的事实认定上显然没有问题嘛？大家知道陈水扁这个法官判下来，证据做法下来是贪污没有错，你方不要说这个。谢谢。请反方三辩，上台陈述。或是经济体的建制，其实都可以再说明这一点。好。
好，我来看一下现况底下台湾到底缺乏什么。我方刚刚举证的资料是，不管是王宏玉教授去告诉大家，现况底下防弊已经做得够了，很多刑事法规可以比较偏行政法化，以及另外一份资料是现实的人事法规，它本身它可以透过现实的人事法规，就是防弊防得太紧了。政府自己都这么觉得，政府透过政府再造的事情，他觉得他应该要进行松绑，都在论证现况底下防弊已经够了。或者我方可以举证现况底下的例子是，现况底下就是因为受限于他方的这个组织，导致文官或是整个政府体系弥漫着多做多做、少做少做、不做不做的心态，就是他们害怕被扣上土地的帽子，他们不敢有所作为。这些不敢有所作为，具体体现在哪些产业？我方刚举证的传统产业的例子，明明国家提供了5亿4000万的资融资可以贷出贷款，最后就只贷出了30%。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受限于防弊，他们害怕被扣上图利的帽子，不敢贷款。又或是现况举我国方的生技产业的例子，生技产业其实现况比较是台湾的生技的医药的那个水准其实相当高的，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敢做？受限于现况底下防弊的措施，他们不敢有所作为。或是我们来看其他国家对于生技产业他们是怎么评价？像现在的韩国，他们透过政府大力的扶持跟补助，可是台湾政府是什么？台湾政府法规的再再限制，去防止他们贪污。可是现在我国方不是告诉大家，国方已经论证了方，其实贪污已经做得够，都没有充其量举证一些个案说情况下有一些贪污的例子。但我方告诉大家的事情是，的确每个国家都会有贪污，或是都会有犯罪，这个犯罪合不合理都没有有待对方没有举证，或是我方举证情况下底情况下台湾的 CPI 指数其实是有20%的，所以是全球的前20%，可以成功论证情况下台湾的连结已经做够。可是对于上的是什么？像不管是 IC 产业，或者我方接刚刚举证的航太产业，明明买一工具，其实却不敢买，或者是现况底下的现况底下太阳能也在震，太阳能的产业也是受制于各个行政法规的繁琐，所以是最后所以比较理解来的，就现况底下台湾缺乏什么？对于连结，我方知道，对方没有担心贪污的产生、贪污的情形发生，但我方要论证一个逻辑是，现况底下为一个追求效能、追求的政府会放任不廉的情形严重侵蚀到这个效能的情况吗？所以我方可以承认，在松绑法规之后，的确可能会有一些贪污的产生，但我方认为它不会大幅度的影响到台湾效能的展现，甚至是我方可以去德国或是英国的松绑，德国把5000道法规松绑的例子告诉大家，它最后的连结排名却没有下沉，或是情况下台湾在推行政府再造的时候，减掉了20%的核章监督，最后的错误原因是上台上电视停止发言，请正方二辩上台。官方你好，你方最后损益比的模型就是告诉台湾缺什么，然后就要对，你方怎么论证的？除了王黄玉教授那句断言之外，有什么实质的证据吗？还有那个人事法规过于繁琐，可以再方。没有过于繁琐，你没有比较到台湾已经够了。对，这件事情只是说他有比还够了，你方怎么证？除了王黄玉的那句断言之外。从刑事法，他不是断言，他是说，他是依照现况，然后在刑事法规实质的数据上，台湾去年是30名。是。那为什么叫做够？够了。OK， 好。告诉大家，够的标准本来就是浮动。好，那你方觉得现在够？那现在浮动到哪个位置上？你觉得现在够？浮动在哪个位置 ？OK， 那我继续学。只举了2份资料。台湾现在政府自再造的时候，政府自己都觉得法规太繁琐，要松绑。我方举证了，现在世界排名、今年排名前10名的国家有5个，现在的在连的法规都比台湾还要严格，那么你可以对，但严格不代表它好啊，因为严格它可能会限制效果，对方没有纳入他这边的结论是好的吗？他现在是好是吗？他告诉我，我值得去学习，可以值得学习连接法规，我帮你知道啊，但就是因为会限制到效果，当然就不能先确认。你觉得台湾够的点，第一件事情，你方只有那句断言，没有，还有政府在告诉我，那你让他们传。那我们可以继续确认一下，这边是告诉我们最近今年的资料，就是政府在大的措施，他自己都说，政府自己都觉得现实的人事法规偏重于防弊跟过于细琐，所以常阻碍首长的行政作为，所以他提升效能，有些提升效能，他背后有个厉害，你有怎么做损益？他怎么损益的？这份资料他怎么告诉我们？提升我选择了对效能，不要去两个损益，第一个是政府进行的损益，第二个是我方进行了什么损益？我方进行的个案损益是个案损益，我方举个个例子来，第一个是比方说太阳能产业现在受制于这个状况，没有办法卖。OK， 好，我们进个案，我
我追求连的过程中害到你，对不对？对啊。好，我刚刚举了很多例子告诉你，如果不连会害到你。我刚刚举了台铁，举了台水，这边还有过过去的战车，今年的战车翻覆。就是我们进行碧海的削弱，就是它的效能被连接影响到的程度不会那么高。好，怎么样？怎么这么比的？好，第一份资料。好，这么比的。对啊，你比较。对，就是政府透过政府再造削减了20%的河江监督，最后公文的缺失率就是最后影响公文不减。这个河江监督是连的政策吗？对啊。为什么他是连的政策？他会不会他如果是他是为了追求行政效率，然后开始延伸，就开始减中间的，就是中间的监督机制，就干的。OK， 好，这个是在有利的个案。那我刚举出了很多，我在追求连的过程会产生不利的个案的时候，你整体有什么注意？你知道吗？追求我方是我方进行通篇的削弱嘛，就是我方认为 OK， 那削弱之后德国的德国的松绑。我方比较之后你 okay, 好，你应该也知道啊，就缺乏、啊，先讲一下德缺什么。我刚刚只是确认过了，德国跟日本的法规没有比台湾更松。没有没有，我方咨询你的时候也提出来，等我一下。我这边确认一下，这里就是日本跟韩国的法规，他们规范设计的密度跟设计有没有我国高？那它的执法强度跟我国怎么比？它的法规本来规范比较松，可是它执法密度如果比台湾严的话，整体而言执法强度吗？请看你方说。那我这边就提另外一个问题，它你的密度松会不会只是它立法数量没那么高？我下一份资料，这份他写说德国跟日本，它根本就没有特别的贪污制度法，但是它有它有普通，它有普通刑法，那用普通刑法为什么代表它比较松？对，先问一下台湾，为什么用普通刑法代表比较特别还要松？你方知道现况底下的贪污治罪条例是独立出的一个特别法，它的规范都比现况下的刑法重。上面有说吗？上面有说吗？我方可以举证，比方说，请到我方举证，我方可以告诉你，所以你方事实还没证明出来，我方可以举证比台湾严。法条设计贪污治罪条例里面，对于比方说违背职务行贿罪，它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可在特别刑法里面，它不是，它是10年以下有期徒刑。跟德国跟日本比有比较严吗？你方讲的是自己的普通刑法跟自己的一般刑法。对，我发现。啊，跟德国跟日本比有比较严吗？你们要真的是这个对不对？对，但是这法条怎么说你出来？这个就已经进行较跟定。没有比较啊，他只是说他的立法数量比较少。跟我方没有讲他的执行力度是比较高。我方这份资料也比了日本跟韩国的设计跟台湾。依稀在比赛这次阶段落幕，宣布将于临场三分钟后由反方先行解毕了。
请反方解辩上台作结。
解释到或者是到底论证，就是现在对于某些说法是已经足够让你不要追求。都要被我这边请到的论证，只有黄宏源资料跟我们说，他觉得现在已经太难。不过这边是不是我方在带的时候，就相当资料跟都要被我说，在地震跟地震机关来讲，我现在台湾的地震世界排名应该有曾经在有上升的环境。所以到现在，台湾的社会到底够不够严这件事，其实两方的政府都有，两方都有资料来说，政府在这件事上对我们。第二，都没有在名义上跟我们说，现在台湾的民众更想要的是什么？其实没有，其实没有，只有我方尝试举出一份资料跟都没有说。你对民众而言，政府的廉洁形象比什么还要重要。那都没有这边有时代年代上比较远的苛求。好，那回过头来看，都没有最后想要告诉我们，台湾现在在科技业、在生技业上遇到民众的困境，而追求这个行业可能是很重要的。但事实上，都没有困境，就物联的弊害从来都不会只是剥离出这些科技业、这些产业来跟都没有比较。我物联的弊害，同时也会体现在你一心想要追求科技业的都没有的世界中。就以补助款的例子好。当你今天补助款发出了，发一圈自己要诈领科技业补助款的人的时候，不正是对科技业的资源的一种剥夺？不正是告诉对方没有即便引颈期盼，跟我说科技业的前景很重要？但当政府不廉的时候，不是会让科技业的追求本末倒置，不是会让我们科技业的资产、政府对科技业的希望跟资本都投资在一起，只想要中饱私囊，不想要认真发展科技业的商人身上？第二，回头来看我们王淑敏，王淑敏其实就很简单，我们只是说比较型呢。跟连对在民众心中比较一致的价值，就如都没有后面举的那些能力听起来很棒很重要的那些价值哦。台湾要不要发展科技业？台湾要发展生技产业？台湾比起多发展经济利益，应该还是多花了一点心力在环境保护身上？这些问题其实至今都争论不休，这些问题其实至今都没有人可以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叫做台湾应该把能的所有资源投在科技业，投在生技产业上。但相应的，我们知道的是，当我们今天发展的。大家对有廉的想象，大家对政府对廉洁的想象会是正面，但坦白说，大家对于到底要不要发展经济，大家对于你把钱砸在科技上面，而忽略传统产业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跟这个人在场没有太多的关系。这就是我方认为应该做出的第一层书，因为在政府资源有限的状况之下，我们优先投入在新的产业，比较没有歧义，也比较不会因为只能站在位置不同有所偏差。第二，我进一步剖析这个人的价值。对一个民众来说，我可以听到或可以知道政府这时候的损益比的判决，可能是科技也比较重要，可是环境比较不重要。但我不能接受的是，至少你把资源投注在另外一边的时候，你还是要真正的苦干实干，是真正的让社会上一群即便观念、价值、看法跟我不同的人，他们最起码要获利嘛，他们最起码要真正从我失去机会的同时，得到了一些资源，得到了一些资本，得到了一些生产上的优势。但今天不廉的社会，正是侵犯了人民这种新的政府的价值。我连在这种时候已经不被政府选上，已经不配得到这种资源的时候，我还要突然有一天发现，我以为你让另外一群人更幸福的政策，都只是政客的中饱私囊，都只是政客从当中得到了更大的获利，都不是真正让台湾更。这才是在追求廉的时候，民众更害怕的事情，也是民众对政府正当性更深切的侵犯跟最更深切的怀疑。因为我们或许可以接受，有时候政府不会把我当作重视的守卫，但我不能接受的是，你不把我当作重视的守卫的原因，竟然只是你要追求你私人利益，竟然只是你想要在你的政治生涯中中保持它。谢谢各位。精彩比赛后，接着欣赏更精彩相关讲评。首先，我们有请世新大学的黄淑玉指导为我们讲评。双方选手在讨论的好，讲评会稍微有一点多，我尽量的精简，那希望可以让大家比较清楚。我觉得这场比赛讨论在观念上讲，就是先跟双方的选手说，大家都打，
错的原因是来自于就我自己的个人能力上跟我对于辩论的想法或是以前的经验上，通常正当只要开出超过三点以上的加州当地在大家会发现什么好看的加，是因为你在开四个点的过程当中，你要去把它串的全线，或者你要在论证的说服效果上让它呈现在一个面的视野当中，也要有说服力，再加上反方要去对你做攻防，通常场面会很混乱。这个状况通常会在前辩次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但是我觉得这样比赛在双方后辩次的整体上，我觉得都掌握的蛮好的。那我觉得双方就很不错，先给大家完成，我觉得恭喜大家，至少在辩论能力上这点没有问题。那回到比赛的观念上，延续我刚刚讲，就是说在正方开始一点的战场当中，我就用这四个点来区分，因为基本上后来反方有分三次斗的，跟也是在正方的一些攻防的回应当中，三次斗有把双方前面的架构在这四个点当中相互归纳出来。那我就用这四个点来讲，我觉得有两个比较独立而分散的点可以先分开说。第一个是在正方所谓的第三个点的部分，就是在核实机密的部分。基本上我觉得这边到最后其实比较多是沦为双方的说服素材，因为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在不管是资料检证上面的量，或是在说服的强度上面，明显可以营造出此时此刻当下现实限定的台湾到底会更着重或是更倾向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反映在大家的基础分数上，它不太会成为架构评判的要点，它就是说服的素材。双方都各举了一些例子，在强调说哦也有单色问题，要么就说那也有效能上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点上这个程度来说，大概就是这样，它没有再往下走的空间，这、就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在正方所谓的第一个点，就是所谓的政府的本质论上必要之二的那个论述。我觉得这个部分大概有几个双方在攻防上面发展的那个态势，我简单说明一下。就是说，当正方选用呼吸的例子的时候，我觉得在反方的那个二氧化碳那个说服效果上，相对会比较精准一点。对，你懂？就是我就不多说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非常的清楚。可是我觉得金正恩的这个例子，我觉得反方是稍微讲的不是很好，都虽然他在场面上当然是有一些效果，这效是效果没有效。那可是其实我觉得就你们的原架构来说，如果你们试图想要把政府跟政权两个东西切开的话，其实在金正恩那个立场应该还有往这个方向发展的空间，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如果其他的政府是如何如何，或者如果北韩不是金正恩怎么怎么样的话，就是那就不会像是你在回应的时候想象第一就是说那这个地方就不应该有政府，因为听起来会跟你们原本持有的论调会比较不一致。但是我觉得这个点上，因为双方在说法上面就到这个程度了，那因为反方也没有去把那个必要之二的必要去诠释成，应该说你意图有这个意味，但是没有做得很足。就是你们可能会想说，因为他必要之二，既然他都已经必要表示，用我们辩论的话讲，他已经随意你过关，自然是比较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就虽然让你们冲枪，只是说明啊，他有二的部分，但也有他必要的部分。那我说，我觉得对反方而言，一个比较强势的态度应该是，我去强调它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那个二相对没那么重要。就在论述上面也好发展，我现在这场比赛里面比较有提到，所以这两个点基本上对我而言在效果上面还是很打平的。就是我觉得两个比较散的部分。那回到第三个点跟第四个点的串联上，我觉得这场比赛相对是比较有连贯的。我先讲第四个部分，从判准上面来切。当我正方是在这个切点上面强调它是有一个效应的部分的时候，就会回到那个判决。我觉得对正方而言，那个立法比较像是什么，或是比较像是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这两个字你讲的是不是一样？如果它是一样重要的东西，或者它是基本上等同的东西的时候，当然我就付出成本比较少，还比较便宜的。我觉得正方是这个态度。那可是我觉得所谓的一样重要这件事情，对于反方来说当然是有相对比较不同的诠释。但后面正方应该有抓到这个东西，他讲的是比较讲的是平衡的。或讲他是在某一个资格门槛上面，就是用考胜利的时候，就是双方达六十分的。你们的想法是我如果要考上一所好大学，说好大学如果没有门槛，他看来是分数总和最高，我当然是选择我最会念的中文或最会念的英文，我包起来冲这一科，另外一科相对于我读六小时能到三十分，我可能不要理他。我觉得正方这个想法，可是我觉得对反方而言，那个平衡的那个论述，大概是到后面还是有出来的。不过双方如果在效益论上面持的判决的内涵不一样的时候，我就各自进入双方的那个判决的内涵，就会进入到第三点，对所谓的那个一样重要的那个重要，就会来自于在这场比赛里面啦、啊，
就是它会比较像是正当性。人民为什么会喜欢一个国家，人民爱戴什么样的政府？那在正当性的体现，就会来自于对正方来说叫做那个分数，或对反方来说，它相对于来说也是那个门槛能不能通过的原因之一。所以我回到各自的部分说出，正方的部分在正当性分开两块，第一块叫做更在乎，第二块叫做更一致，对不对？那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在更在乎的那个论述上，就是我们说人民会比较期待一个廉洁的政府，这一点在反方相对的说法当中，我是比较接受说法，虽然他在举证上面相对是比较薄弱，但是因为我们在正方上面也没有去特别强调举证的那个强度，所以双方比较平行。我讲反方的那一块，反方意思是说，你的这个调查，它当然会是反映在当下的背景当中会有偏差，就是。其实这跟调查的特色也有关，因为就像你举的那个蔡政府刚上任那个例子也是一样，一定也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某某某政府如何如何的时候，相对的调查才会下标签说你是不是觉得应该要期待一个更有能，或是期待一个更廉洁的政府。那我觉得说这个攻防在这边充其量就是平平啊，然后就是你在举相对的例子来说，除非你往下要接那个构架比较像是最后不管是。三病有一丝地位，我在前面头去讲，就是此时此刻的当下，就是有的时候当然是廉政比较重要，有的时候当然是效能比较重要。可是如果我们看到当下的时候，最新的那个是什么？那你就可以从蔡政府的那个民调扣文，你后面你觉得更缺乏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的论述环节上，相对于是没有那么连起来的啦，这比较可惜的部分。但我觉得在这一块就双方就比较就还好。那第二个部分是在更一致的部分，我觉得这边我就直接讲，就是说我觉得在我原本的想法是，他应该会比较倾向于在抽象论述上去讲，就是我们在效能上面的一致性，然后这个东西比较稳定的、比较长期的，叭叭叭叭这种论述。那这个部分反方可以在这个地方开始构架，我觉得比较少提到，反而是比较可惜。就是说，当一方在强调。那个效能的稳定性，或是他们用是比较聪明的做法，就是我投入比较少的成本，追求廉洁的时候，他其实对于反方在后续的操作应该会是这样，就是有点像回到那个成绩的例子，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读英文就是超棒的，你人生就是一直读英文，读英文，读英文。通常等你英文到90分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他科大也是挂差不多了，就是他会比你想要的那个假设前提那个平衡，所以越来越稳的。我一直我觉得反方这边并没有在这个点上是。去抢这个分，所以我觉得一直到后面反三的正三结辩的时候再抢，你把这个效能的延展性开到对于台湾的未来的争议，就是我们到底是要走 IT 产业，还是我们就是一个小确幸的国家？那对于所谓政府的那个能的想象到哪个程度？我觉得放在这个背景下面去做论述，感觉还不错。但我只能说感觉还不错，但其实也没有办法讲全部的数据。那我觉得把这个。更一致的标准放在台湾整体未来的设定要面对什么样的争议下，或是我们是不是退而求其次去追求那些人们在想象当中更一致，在标准上面更确立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语境是很好的，就是我觉得在这个部分说服效果，因此这方这个部分就他们自己的属性，我觉得完全过关没有问题。回过头来看反方更缺乏的部分，那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算是在。后面去做争执啊，就是在正二值反三的时候，他就问你说你这个怎么证出来，怎么证出来？我讲一个我个人的一个答辩的心得的感想，就是说我觉得在背景论述的框架上，如果你要特别拉开优势的话，大概只有一到两个可能，要么就是你在前面次都已经把整个舞台都铺完了，就是要么你如果要在攻防过程当中，你要在那种厮杀场里面取一份份资料跟他对说，我有证，我有证，我有证，说你没证，你没证，你没证，通常大概是不太容易证。那正方去要求反方要不要证明这件事，我觉得也相对是困难的。那所以，我并不觉得说在有没有证据的问题上面是我比较 care 的部分。我比较在乎的是，那在这个点上，反方能不能够在后续或是在整体的说服效果上，让大家觉得好像真的是这么一回事，或者是你如果不是用很死的方式去抢说啊，总之就是这样啦，那至少就会在比如说像我刚刚那个此时此刻。当下先去说影响那个观众说服的氛围，就是你如果不是说我在量上面有证明，就是这样，或许可以在时间上去证明，现在或许你们更想要的是这样，我觉得那会进入价值渲染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稍微的是比较薄弱一点。不过回到中局的这个判断，就是说
在评判的标准上，我觉得论点分数和那个架构相对整体来说给谁比较高，我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想法是我当下在犹豫的，就是我觉得正方给我的最后那个末端的说服力是比较强的，反方相对这一点比较薄弱，可是因为反方在阶段性的构成当中，不管是二辩或是三辩，我觉得他在营造的整体感受比较好，应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论点的说服看作是一个终局的感受，那我觉得正方会优势。那可是如果我们把整体的说服放到队伍的脉络里面去看，它是一个整个流动的效果的话，那我觉得反方稍微做比较好。那不管可以简单说明一下，我觉得一直在说服上面更优秀的队伍，它可能会在终局分数胜出，当然我没有算。那可是我就整体架构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以我最后那个感受到的价值说服优先，所以我判的比较高的部分给正方，这是我在判法上面的部分，但整体分数我没有特别去算。好，那这大概就是比赛的部分。我有几点建议，两个部分的想法跟各位分享。第一个部分是，我觉得从有限政府到全能政府的这个过程里面，当然我们通常在探讨的事情是政府到底是什么，它应该如何如何。可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想法是，政府跟社会的互动关系应该怎么样？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正方在强调这个能有很高的那个奇异性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反方不一定要去特别强调说，我的政府是可以知道人民要什么，因为它是有歧义的嘛。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他可以透过其他的机制来做服务，比如说自由市场、言论市场选择，这个都可能反映在政策的民调上面。又或者另外一种模式是，他在民主程序上面可以获得正当性。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见得像你像大家在那个角色设定上都要这么放在政府身上。有的时候，自由市场的那个选择，又或者是民主程序上面选择某一部分是可以弥补在这个攻防上面政府相对比较做不到的地方，这是给大家的第一个想象，就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们在谈谈你们讲的那个政府的必要值，跟后来大家比较喜欢，有点像是我跟女朋友刚交往的时候这样，比如说因为我觉得你长得很可爱，我想跟你交往，或者是因为我觉得你心地很好，跟你交往，可是交往到后来之后，喜欢的地方就会改变，就是说政府的一开始本质设定的时候，跟他后来在发展那个方向上。其实它应该是还有调整跟变动的空间，那这个部分会在设定上面是强调政府跟社会其他层面的互动关系，这是我觉得双方在思考架构的时候是可以再做开展的地方。第二部分是我觉得在挑选例子上面，有些例子我是有断点的，就是比如像是最低标，或者是土地罪，或者像是松绑法规，它是不是真的跟廉洁或是效能这么挂钩，其实它有一个部分是比较断的。我举个例，比如说松绑法规之后，或许还是有可能会有贪污的情形，或者是如果有些东西是它松绑之后，它在效能上面解放，其实是因为我们前面说的嘛，因为很多采购法导致这个公务人员懒惰或是不想那么麻烦，因此他最后是做别的选择。我觉得他在整个的逻辑链接上不见得这么多跟廉这个字是有关，它有时候跟懒或是怕麻烦会比较关系，所以我就说在这个整体上面反而是比较，就听起来就有点跳痛的，但是因为大家好像也没有什么在攻防这个点上，所以我就说我提出来大家参考，包括像是最低标的部分，大家因为都最低标，所以大家有没有钱来做这个工程？那这个没有钱做的工程，到底应该政府责任还是当初你自己提刚才送那个服务建议书的时候说，哎，我700万就可以完成这个案子，就最后700万给你说你生不出来，那是不是你的事或政府的事？我觉得他在责任的分配上，或他是不是连的这个部分要去强调讨论的部分，我觉得是有点断裂的。以上两个部分的想法给各位参考。那如果对于论点的评判或细部的攻法，那或者是在最后这里分配选择上面有任何意见的话，都欢迎私下跟我们商量。谢谢大家。谢谢王春雨学长精彩讲评，接下来我有请东吴大学的许清珠学友为我们讲评。叫做重语，重语
较困难或谁比较困难，总而言之它比较重要。那为什么？就是这样子解释。那至于反拉，它在这个重语词上面，你们也没有去做很大的一个定义权的诠释哦。基本上你们就是针对正方讲的这个，到底是比较好追求所以比较重要，还是比较难追求所以比较重要去做实体哦。那另外，我觉得其实你们本质上面而言，你们觉得重不重要，其实应该是要看属意。我觉得啦，你们没有很直白的这样讲，可我觉得。你们整场比赛给我的感觉，你们觉得重不重要？就是看损益比有没有过嘛，有过就重要，没过就不重要。所以你就要开始连跟的，就是到底在损益比上面谁比较重要这件事情。那你们后面有去讲一个现在缺什么，就要比较看重什么，这当然也是一种提法。可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误打误撞出来的，因为这个比较像是正方他举了一个民调的例子，然后你们就说，哎，其实。民调为什么会这样显示？就是看当下到底谁比较重要嘛，或者是当下比较缺什么、啊？比如说，可能在陈前总统那时候，大家会可能觉得赢的比较重要；那可能换马总统、马前总统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可能能力会比较重要。你觉得这是要看这个当时的这个场域的啦。那后面你们再去衍生说，那如果就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现在是比较缺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比较像是你们误打误撞出来的一个解释，不过这本来就是可以是重要的，什么是重要的一个比较基准点。那比较可惜的是，今天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去抢说这个重要到底